哎呀呀呀呀呀！太激动了，朋友。Hello，大家晚上好，大家看看吧。疯掉了，孩子疯掉了，穿着我的小羊。我给大家播个大概播到11:30，我就关了。谢谢五五送我的夜蝶，哈哈，好可爱。你们看，他好快乐，小宝儿，哎呀，小宝儿，好兴奋呢、啊！收拾行李，对啊，我主要是我去太久了，我实在没有搞清楚我到底要穿什么。对，他穿的这个是粉丝送的，我记得。谢谢杨林送我的夜蝶，谢谢谢谢。因为它太像一个杰尼龟穿的，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。你在猛吸啥呢？嗯，记得带厚衣服，我会带的。他们说现在广州只有十几度。谢谢李小，谢谢彩虹大姐送我的皇冠，谢谢彩虹姐。彩虹大姐。哈哈哈因为他今天说我脆弱，所以我要攻击他。彩虹大姐，舍不得我要离开注意宝了。好的，他在干嘛？谢谢龙宝宝送我的夜蝶。Hello，龙宝宝，你今天的生柱在今天念了，在公演上你有没有听到？我们一起祝。哎呦呦呦！我们一起祝龙仔仔生日快乐啊！好吧，鸳鸯。你想是小中分小孩？哎妈呀，你的那个爪子老湿了，也不知道是碰了啥玩意儿。谢谢，我不是阿送我的夜蝶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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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的，好动仔仔，对的，太可爱了，闻一下，不是什么好味的。谢谢努力上班的木木子送我的夜蝶，谢谢。讲讲讲，我是鸳鸯，我是鸳鸯，我爱喝汤。谢谢努力上班的木木子送我的夜蝶，谢谢。哎，宝贝，我在直播。好累，我刚上完课回来。你还好，你上了这么久，你是不是有点太过于我努力上了？了2节。谢谢猫哥泡泡的福小兔送我的夜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谢谢，居然没带小夹子，好漂亮啊！对的，是鸳鸯爱脱衣服，他真的很爱脱衣服。大家，我的感觉已经来了，鸳鸯你不可以。太牛这样，了！又我不可以妆看竟然没有花。可能英语课让你的妆更加贴服了。谢谢温师傅送我的权杖，谢谢。我感冒了，我没有感冒，我就是遇到他就是不能太近。明天叫我带了厚衣服，也带了薄衣服，都以防万一。虽然说我明天的机场时尚也是准备的小裙子，谢谢为只守护你们的婷儿送我的夜蝶，谢谢婷儿。去洗洗手，我等下就去洗手。我觉得我这个衣服好可爱，对的，是小羊的衣服，很开心。大家有什么关于羊的衣服都能想到我，所以我感觉我就拥有好多羊羊卫衣。然后前两天我在。我逛淘宝看到了一个羊羊毛衣，也很漂亮。谢谢阿哈丁送我的夜蝶，谢谢。他好可爱。谢谢阿哈丁，谢谢2221送我的夜蝶，谢谢。他在巴拉我，对的，他在依靠我呢，对的，我是他的老大，他在仰仗我，知道了吧？这就是小弟的阿谀奉承。对，他已经围着我，哎呀妈，哎呀妈，哎呀妈！他把张鑫给搞倒了，
哎呀哎呀，你把这个板子搞到。谢谢救济小丑黄滴滴201送我的夜点，谢谢。他把这个也搞倒了，我的妈呀，真是小破坏王。谢谢究极小丑黄滴滴201送的夜蝶，你这样子啊，紫菜嘻嘻嘻可是要骂你的，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威严。哎呀，哎呀，再换我搞倒了，你把它给它扶好。对，谢谢鸵鸟不会飞送我的夜蝶，谢谢，谢谢鸵鸟不会飞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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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呀，哎呦哎呀！冷静，冷静，朋友，冷静，好不？好不？嗯？你眼距跟我一样宽啊！谢谢要开心的小羊送我的夜蝶，谢谢，谢谢要开心的小羊。看起来很兴奋，大家，不管你怎么兴奋，不要咬尿垫，知道吗？谢谢要开心的小羊，对的，他在跑酷，我早点休息。对啊，我11:30就关了，播个15分钟，不要紧，大家。谢谢阿叶叶叶送我的皇冠，谢谢叶子，谢谢，快谢谢人家呢，送皇冠了。谢谢阿叶，谢谢阿叶，哦。谢谢没抽中握手的188AA 送的夜蝶，你没抽中啊？这次握手是多少个人呀？也是200个人吗？他真的很活泼啊！不能亲我，你会我红红的，不行。他很快乐，对的，我在跟他脱敏。谢谢 Joke 送我的夜蝶，谢谢谢谢。不可以亲我哟 ！No No No！ 谢谢 Joke， 他长大了一点，他几乎就没有长大，他是超小体，小的要死哦，对不？谢谢养羊妈妈第734变猪送我的夜蝶，谢谢，谢谢养羊妈妈第734变猪，我从韩国买的。鸳鸯你快点长大，我从韩国买的什么是 AM 号的，看那你可能他穿不了了，可能你给他买的衣服北极能穿，鸳鸯穿不了，你看他只能穿这种贼小的衣服，对的。还有一个狗狗，哎呦可爱，哎呦谢谢 Michelle 杰尼杰尼送我的夜蝶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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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啊，他能听懂 No。就是骂还是听得懂的，对的。谢谢 Signal the Cosmico 送我的夜蝶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这个 No 吧，就像母宫花过去飘思密达一样，只能给他3秒的震慑感，然后他就继续不会再看你眼色行事了，对的。最多就只能停3秒。谢谢麦克伦南小屁送的夜蝶，谢谢小屁，谢谢小屁。那，他好听话哟。对的，我要凶一点，这已经是我最凶的样子了。谢谢要开心的小羊送我的权杖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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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啊 ，no no， 最多停2秒。谢谢假装害过眼送我的夜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没有。没有感冒，就是纯粹的鼻子痒痒。我凶不到鸳鸯了，他没关系。谢谢默契王肖送我的夜蝶，谢谢谢谢。你怎么还凶我呢？谢谢。嗯，啊啊啊！
谁不会呀？谢谢哪个香妃，就是那个香妃啊，送我的夜蝶，谢谢谢谢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你嗓子太沙哑了，你又没我叫的嘹亮，你就你这个狗当太失败了，知道吧？不如我那个狗不如人呢，狗不如人呢。谢谢追星孩子 PDM 送我的夜蝶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谢谢 PDM。 哎，我觉得我已经进步了，你看我现在都没有特别过敏，能不咬能咱能不咬了吗？谢谢 W。 哎，他对我过敏了是吗？他怎么在打喷嚏？谢谢洋洋北宝贝 WXY 妈妈送我的夜蝶，谢谢。他在嚼我的手指，他很快乐。哎，一股尿味。感冒了呀？没有没有，这两天一直吸鼻子。谢谢上瑶送我的夜蝶，谢谢。你真的就是的，哎呀，这还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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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没用，你呢？谢谢鱼儿伯伯送我的夜蝶，谢谢，谢谢。仿佛看到了过年的时候，我的姨妈抱着孩子的感觉。谢谢兜兜拯救世界送我的夜蝶，谢谢兜兜拯救世界。对，他们就是这样抱的。哎呦，乖呦，乖呦。对的，我们鸳鸯的那个味道比较重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看到人家狗狗，可能人家毛比较短吧。鸳鸯它就是体味比较重的狗。对的，可能长得可爱了。就是其貌不扬的，没想到这么厉害。谢谢流浪王子2048送我的夜蝶，谢谢。检查一下皮肤，对的，是不啊？你老想偷袭我啊？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。他的就是他的小额头上面之前，谢谢咔咔猛送我的皇冠，谢谢。谢谢咔咔猛鸳鸯，咱谢谢人家啊，谢谢咔咔猛，谢谢开心的小羊送我的夜蝶。他就是他这儿长了一个小痘，然后后来化脓了，然后现在就好很多了。对的，怎么小狗也会长小痘啊？对的，我都不敢偷袭鸳鸯，我偷袭鸳鸯简直就是自寻死路，所以就是中分吧，可能吧。你害我流鼻涕了，你先下去，我要擤个鼻涕了，好吗？嗯，嗯，嗯。谢谢慧慧阿混，混混送我的夜蝶，谢谢阿慧，谢谢阿慧。哎呀，怎么从这边窜出来？你看，好能转弯。一个小狗，修狗啊！谢谢废话大王送我的权杖，谢谢。啊，擤了鼻涕。谢谢子不语送我的夜蝶。我这两天鼻涕很多哎，不知道为什么老流鼻涕，可能是在换季。然后呢，我的鼻子都有点脱皮了都。天冷了，我觉得有一点感冒，然后鼻子就红。红的，然后我嘴巴这一圈都特别干，然后擦凡士林才好一点，就是晚上的时候厚涂凡士林在嘴巴上面。对的，又干，然后又打喷嚏又流鼻涕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一下子没法适应。
鼻，我觉得可能有一点点小鼻炎在，我鼻子也脱皮了。你们就睡觉的时候擦一点凡士林在这儿这儿这儿，然后睡觉醒来就会好很多。凡士林太油了，对我来说刚刚好，我是一个大干气。还真的就是每天都穷开心哦，啊，特别是吧，是你是吧，你就这样吧。谢谢你会被我暗杀 PPPU 送我的权杖，谢谢你会被我暗杀 PPPU。 来，你玩滑滑梯，你自己玩，自己跟哥哥姐姐们玩。嗨嗨 hello hello come in come in come in 打针呢。谢谢万众仰慕送我的夜蝶，谢谢谢谢万众仰慕，康米打针，给你的屁股打针喽！啾啾，哇，痛不痛？怕了吧？只要你咬尿布，就整一个大惊慌的状态。没事儿啊。哦呦呦呦，但你不能掉下去哦，你的骨骼不好。啊，11:30了，那我去收行李啦。一定得舔这么一下是吧？啊，不舔不舒服是不是？谢谢七个龙东枪送我的夜蝶，谢谢。拜拜。晚安，等待明天我的机场时尚吧。虽然我不知道该不该化妆，因为明天化完妆还得卸，然后还得排练，然后晚上还要表演，真的是一整个太痛苦的行程。我要思考一下。很早呢，明天7点就要出发。谢谢，我就叫小 S 送我的夜蝶，谢谢。换一半吧，戴个口罩。我也觉得，看吧，这个把你提起来，谢谢，我就叫小 S 送我的夜蝶，谢谢谢谢啊妙妙啊送我的夜蝶，谢谢谢谢啊妙妙啊，谢谢温柔的你，也希望大家今天能够早点休息啦，也谢谢大家给我的400场祝福哦。我和鸳鸯都很开心哦，对吧？我就要去觅一下食了，我很饿。谢谢楠楠妈送我的权杖，谢谢楠楠妈。对的，我希望我还想要去练琴呢，我现在压力贼大。谢谢你会被我暗杀 pew pew 送我的权杖，谢谢。嗯，鸳鸯拜拜。拜拜 ，coming 跟大家说拜拜。哦，谢谢长泽雅美营养猫送我的夜蝶，谢谢，想看你们可爱的猫咪，可爱的宠物。谢谢，晚安，早点休息。不会的，我会好好排解自己的。哎呦，哎呀，拜拜，拜拜，你骨头不好，你小心点，拜拜。